对，他可能要不知道他会不会坐车回来的，反正他坐在车上。 不能往那上面坐，我们都站在里面。 哎呀，你实在不行吧，咱们下去了，不影响就不管他了，他们要这样管你，是吧？所以说也受不了。你这个车过了以后，下一个车也是，就这样。 我以为他都移动了嘞，我才晓得，来回都不是你说。
那可以啊，那个也是那个中心在那边嘛，我中间中心联系一下，会怎么弄啊？中心在太差了是吧？那我跟他联系一下了，会怎么样了？会让他找回，我们再进一进，还是我们进进，然后他们再找，会这样沟通一下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或者我们就在那里利用一下嘛，反正就一个车嘛。可以啊。我跟他联系一下会怎么样的，反正都没有，反正我就一个车，反正我必须要统统要进去补一下，补一下的话，他今天先倒，他就肯定倒到那边的，是不是？我必须赶到他之前卸好给他嘛。没有，我不敢多一点，我就只是拖到那个太偏了。真的，我们过去就快多些了。徐志同，你哪里？你快了。你看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看这个地方挖来挖去，你们再平一下，得知道多少？你这现在根本都不敢补。是啊，也不好补，还是那个东西不补啊。他不挖你能看出来多少？你一挖你就看不出来了。哎，反正你反正挖出来就是填那个空的，反正也就是填那个空。那个东西没到，知道不够，他又不顾倒又什么的，是这样的。金岛它不是优先不是18公里到22公里到景文站也要倒吗？它计划上面不是有，是不是？优先我没有倒吧？哪个？把拉皮筋先卸掉，今天往那边走。反正别地方接的话，到时候明天到时候在这边分掉哪里的，再卸一下。那个我从这边出那个苗族的房子出来，房子的123/3，那个我主席姓嘛，他是河南有几个老师在那个姓啊，就长相那些不好。收到，他收到。收到。